小盼着快长大，长大离开家，告别爸爸和妈妈，独自闯天涯。小小翅膀快长大，不怕风雨大，飞过千山和万水，那里是我家。难道我怀的这个孩子，他不姓彭李？彭鑫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喝点酒，这点酒喝人肚子里，还喝狗肚子里去了？秀红，咱可以讲事实摆道理，不要人身攻击，好吧？李秀红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向不玉投降，但是我绝对不能没有道德底线。好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你是说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彭鑫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啊？你凭什么这么无端的猜测我？好了，事实胜于雄辩吧。自己看看吧。喂，会怕哦。喂喂喂，我听到他呀，我不怕不怕了，我不怕不怕了，我不怕不怕不怕了，不怕不怕了。见到他呀，我不怕不怕了。还不怕？吓死我了！你吓我一跳你，你嚎什么呀？没有，人家搞调试。赶快帮学院忙活忙活去啊！不是，那个方哥去法国了。别胡思乱想了，听见没有？嗯啊嗯，妈告诉你，尽管人走了，可像他那么优秀男人可有的是，学院这条件就更不把你看在眼里了。现在好好表现表现，多说点好话，多干点活。嗯，行行行，妈，嗯，这么好的思路一下给我打断，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候，你放心，妈，那个方哥他不走也得走。为了跟秀燕不离不弃，我做了一系列的调整，包括我的名不都调整完了吗？那他必须得走。行了，别说没用的了啊！嗯、哎，赶快上酒店去吧。嗯，哪个酒店？哪个酒店啊？哎，问你大姐，快。好啊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好，这事弄上。喂喂，大姐，哪个酒店？喂，大姐，喂。好好，嗯嗯，天哪，哎呀，我不怕不怕。我不怕不怕啦，我不怕不怕不怕啦，不怕不怕啦。耶！是吗？你得吃个饭再走啊，你不能走。心意我也啊，您怎么说呢？我这还有一个工厂的一个合唱，我还得去煮，给人家排练一下呢。那你也吃个饭呀、啊？不是不是，你以后记着有亲朋好友要结婚的，记着推荐我一下就行了。那求之不得了，李姐。是，您人又好，主持也好，哎呀，哪有来的嘉宾都夸您呢。哎呀，你没看着我父亲刚才有多高兴，多幸福啊？是，他说您一主持这婚礼啊，他的病全好了。这比什么都好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行，你赶紧去忙吧，客人等着呢。别搞了，工作人员等着呢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李总太忙。哎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李总，
你该忙忙你的去，这有什么事呢我帮你盯着啊，待会儿呢该撤撤了，该拿的我给你拿回去。那您先吃了饭干嘛？饿死我了。哎哎哎，谢谢。哎，是不用不用不用麻烦您，这跟我没关系，不认识的啊。行，看把两个新人弄的跟我闹了点小矛盾，还计较我呢。李总，就是该公司对我的考察什么时候结束？本来就没想考察过你，你和本公司无关，知道吧？行了，忙吧。你怎么能忙起来了？走了。那你慢点，李总。好，你们辛苦啊。谢谢谢谢。就说什么呢？哎，做这项检查，确实能确定胎儿和父母的血缘关系，但是对孕妇和胎儿会有一定影响。你们还做吗？医生，做。检查前要对孕妇进行全面认真的状态。医生，你不用说了，不管我什么样的状况，我都要做这个检查。好，那你们做检查前的准备吧。哎，秀佛，你没事吧？你看跑来跑去挺累的，要不然明天我一个人来拿结果吧。不用，我跟你一起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当面弄清楚。哎，要不然吃点饭吧，早上到现在一直没吃呢。我能照顾好我自己。挺好的，我这边没什么事儿啊，真的。哎，彭鑫他就是个谨小慎微的人，他喝了点酒，哎呀，平时也不喝，这一喝就多，说几句胡话，哎，真没事儿。哎，你不用来看我，真的，我这两天公司有点事儿，挺忙的，等我忙完了我去看你啊，哥，我真没事儿，我真挺好的，我骗你干嘛呀？哎，我挺好的，我这边和同事吃饭呢。啊，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。啊，哥，再见。红妹，哎，国强在里边呢。哎，红妹，这都是我们同学。哎，你们好。哎，快请进吧。走走走。国强，嗯，又来了一桌客人，点了不少菜呢。啊，行，放这吧。把菜看一下吧。好嘞。哎，今天真的特别谢谢大家能来。本来应该好好准备准备的，不过我常听国强说，只要哥们儿们聚在一起，吃什么不重要，情谊啊最重要。不过呢，有四个菜是必不可少的，像这个拍黄瓜呀、花生米啊、肉皮冻啊，还有这个豆腐丝儿。每次你们聚会啊、喝酒什么的，这四个菜啊，缺一个都不行。对。国强要是知道今天大伙儿都聚到一起了，心里肯定特别高兴。来，我帮着你把酒都满上。哎，行，多喝点吧。来，够了够了。来，把你把酒满上。他们来，我给你加上啊。谢谢。哥几个先吃着吧，我给你们下馄饨去啊。国强，其实我们
真的。要说以前吧，哥几个不管谁有问题，那郭强他都是两肋插刀，对吧？现在郭强出事儿，你说，是吧？坐在一起，就是给我李国强最大的面子。我谢谢大家。什么时候把存折给我还回来了？嗨，我需要用的时候再找你要呗。你永远都要跟我算得那么清楚吗？红梅，今天我能回到朋友中间，多亏了你。我今天真的是太高兴，太幸福了。你想，人这一辈子如果没有朋友，没有朋友的信任，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。我真的很感谢你。你别这么说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只不过是打了几个电话而已。还是因为你这些年的为人处事，对哥们儿的那种仗义，让大家重新认识你，信任你。现在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不钦佩你，不为你感动的。我也一样。其实，今天晚上大家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也是我一直想跟你说的。现在好了，大家的误解消除了，朋友也找回来了，以后你肯定不会那么孤单了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更加有力量。你说的真好，红梅。不管生活曾经给了我们什么，我们都不能放弃。我们要认真地对待生活。我要把这个生意做好，挣更多的钱，让我的亲人们生活得更好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当初我没看错你。谢谢你的信任。休息吧，国强。你以后，生意肯定会越来越忙，自己多注意点身体。还有，以后有什么事别那么冲动，多想想。是，是，得多想想。快回去休息吧。哎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见。
停闪烁，多少分分合合，寂寞此时此刻，相思的苦与乐，尘世迷茫太多，谁理会我难过，思念涌上心头，谁来听我诉说。感谢上天的眷顾，让我们再次相遇。从再见到你的那一刻起，我知道你不爱我，我也准备离开你，但你那种自暴自弃，甚至一度想放弃生命的状况，让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所以我选择留下来照顾你，开导你。现在你的饭店已经步入正轨了，昔日的朋友也消除了对你的误解，帮你重拾友谊，让你回到他们中间，我真的很高兴能为你做这些。我相信凭你的能力，你一定会把饭店做得越来越好，凭你的才能，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一定会有更大的生意等着你去做去完成。过去的事儿我理解你，曾有过的对你的愤怒怨恨也早已被你的顽强和努力化解了。我承认我喜欢你也爱你，但我绝不会勉强你。经历了这么多，重新审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想要的是两情相悦的真爱，而不是你对我的内疚和同情。和你在一起经历的这些点点滴滴，快乐、幸福、伤心、难过，这种痛并快乐的感觉，我会一辈子铭记在心。你的事业之船真正的扬帆起航了，更大的风浪还需要你去面对，你身边需要一个和你共同奋斗的人，我不能那么自私牵绊住你的手脚，真心的希望有个人伴你一起去远航。祝福你们，红妹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把你留下。你呢？我没赶上车。去其实没伤害别人，伤害的是我和你。检查结果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你没有被伤害。明明是两个医院检查的结果都说我不育，今天这个医生又说是中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，而且是因为妻子状况良好，才使我这个健康勇敢的宝宝在你不用说了。作为丈夫，经过检查，你得到了你的尊严。不是，你没有被自己的妻子所侮辱。我能为你做的，我已经做了。做这个检查的时候，我就想好了，只要检查结果一出来，我就打掉这个孩子，然后跟你离婚。别。秀红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听我说，也许夫妻在顺境的时候，彼此根本看不到身上的弱点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什么叫患难见真情。我现在也才知道，我在你心中到底算什么。你怎么能平白无故的怀疑我、猜测我？一点不考虑我怀孕在身，也不考虑这个检查会不会对我、对肚子里的孩子造成什么影响。你这么做真的是太伤人了。事情发展到现在，都怪我自己，我只是恨我自己，把我妈和家人也连累了，让他们替我担心。放心，你知道吗？这半年来，我都按时去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我的状况挺好的，根本就不用吃药。可是我还是陪着你吃，我吃的根本就不是药。喝下去的是大白茶，我只是想什么事都跟你一起分担。我知道不能生孩子这件事儿你心里很难受。秀华，别说了，我都听明白了。跟医生说好了，这两天我就去医院把这个孩子打了。秀红，秀红，
来，大姐，回来了，怎么着，从阴影里走出来了？大姐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。我这纯净的心灵从来就没有过阴影，知道吗？嗯。哎，我哥他们那合唱团明天就要比赛了，在上阵前，我给他们进行了最后一轮辅导。我说你公司拿不着第一，你找我。把你能的，真的。嗯。哎，大姐，你说我这合唱团这么多年的经验，辅导他们不是小菜一碟，我那多大的歌是不是？五十六组兄弟姐妹，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，爱我中华。我真是一拳给你怼出去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你要脸从我家赶紧滚出去啊！我信吗？都信，我滚什么呢？李总，我是向你汇报一下，你们那个婚宴搞完之后，我是把咱家这些设备我都给他撤回来了。别跟我说，我现在给你汇报。干了也是白干，出力不讨好，赶紧从我眼前消失啊！李总，我准备包装你。我什么情况？赶紧的！哎呀，你呀，你看看呐，一进门啊就挺嚷嚷，累不累？就这样，出去你出去。我要包装他。有事啊？有事，给妈烧上瓶酱油。找什么酱油？一会儿我给你买酱油。你这个倒霉样。妈，咱还要不要醋什么的？你赶紧的！妈，给我煮菜。三十没找着啊！哎，秀芳，秀芳，哎，姐姐，还有那一杯呢。啊，那个，秀芳，哎，回来了。你赶紧走，听见没有？以后不许再踏进我们家半步啊！你赶紧走。哎呀，干啥呢？哄狗呢？啊，哥们儿，搁这亮出思想者这个和睡眠者俩人，你都无动于衷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我现在还是你们老李家的女婿，真有意思，天天带着等着你呢。啊，赶紧签了，签了你就不是了啊！签了就不是了。有的时候你也别太……哎，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哎呀，哎呀！愿意撕是吗？那撕吧，没事，电脑里还有。你撕一份我打一份，你撕一份我打一份，你不签也得签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就是那某某吃了秤砣铁了心了，无论我为你做什么，都挽回不了你这颗迷茫的心。没关系，有他没他，咱都可以离婚。你提出的条件我都答应，好不好？我净身出户，欧了。哟，这太阳还真没打西边出来，这是要日落西山呢。没瞎飞吗？战士打靶靶营归了。你没事吧，王强比？嗯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没有，我现在也彻底明白了，就是说，热脸贴冷屁股这日子我再也玩不下去了。就是说什么呢？你提出的条件我完全都答应，但是我也得提出点条件来呀。只要你答应，咱们就签字领证离婚。我知道你没憋什么好话，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你说吧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不多。三大款八小条，只要你能做到，立马跟你签字。哎，你不就想要房子吗？是不是想要点东西什么的？你想要你就直说啊，别跟我说什么什么三大款八大条的。小瞧人了，行啊，好好想想清楚了，回家看看啊，想清楚了随叫随到，那时候咱就彻底的。Game over. Game over. Game over. 趁着这样，你还思想着，你想死吧你？什么呀？亲爱的媳妇儿，请允许我最后这样称呼你。
实际上我现在应该称呼你为李秀燕同志。想想咱们俩，想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个事儿，真是心如刀绞。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过来了，我怎么就会成这样了？真的就是过不下去了吗？真的就得离婚吗？想到这些，我真是五雷轰顶，觉得天塌下来了。可是不离又怎么样呢？就天天这样对付下去？今天在你家对付一宿，明天在你家对付一口。哎呀，秀燕，你说我到底怎么了？啊？就因为我干活的时候洗了一个澡，闲暇之余呢，摁了一下脚，我就怎么就成了一个搞破鞋的呢？啊？人生要涉猎好多事情，你都这么想下去，那跟谁能过到头呢？可是我一想咱们的孩子，我就更加难过。这么多年，没有给你和他幸福的生活，也就罢了，临了临了，还不能白头到老。哎呀 ，game over， 彻底的 game over。哎，以后在茫茫人海中，真要是看到你，让我说什么好？想着这些，我就在想。我一定要做一个思想者，好好想想我今后的生活。秀华，秀华，哎，秀华。秀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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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心，这不在家照顾秀红干什么来了？妈，哟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。啊！妈，你可来了吗？怎么，都在这家说去？都在这说了吧？怎么了？秀红呢？家人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妈，她要把孩子打掉。把孩子打掉？嗯。哎，孩子不好啊？不是，孩子挺好的。挺好的，为什么打掉？怎么了？哎呀，这胖心是怎么回事？是一百个豆子也不知道豆味腥。姐，这回我想好了，无论谁说什么，我也不会改的。我一定要和他离婚，然后把这个孩子打掉。哎呀，别啊！你说你把这个孩子打掉了，他们老彭家估计再也有不了后路。那这也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不用说了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你说你个彭心啊，忙活了半天给自己设卡啊！哎呀，我看你怎么办？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这是伤了秀红的心呐、啊。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您别说了，您一直在帮我，您这次一定救人救到底。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妈啊！我能给你找治病的药，我上哪找后悔的药去？最可怜的是我那没出生的那大孙子，你说咱娘胎里才几天呢，你们要对他下毒手？哎呦妈，我求求你了，妈，去吧，开门去。妈，爸，你是这样的妈？哎呦妈，你这孙子，要听见了，快快快，妈，你快点来救他。大孙子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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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您听，有话慢慢说，别着急。什么孩子？有话慢慢说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接到电话，我们就赶过来了。啊，来，快喝点水来。秦女母，这孩子无论如何得保重。你呀、啊。就是你彭家大恩人呀，秦女母。别这么说，我可担待不起呀、啊。秦家母啊，对不住了。你说说彭信这孩子，他怎么就那么糊涂啊？这要把秀红气出个好歹来，你说我这心里头……也行，咱不说这些了哈，这不是大喜事儿吗？再不出几个月，咱们就抱上大孙子了。来，你喝点水，我去看看秀红醒没醒啊？秀荣，赶快炒几个菜去啊！去吧。啊，青姐，喝水。好。彭鑫，你也过来坐。哎，你有脸坐呀？怎么的呀？你还想把孩子打掉？你给我打开看看。你要这么做了，我就给你对命。下来吧。妈，你公公婆婆来了，你说一个劲儿的向我赔礼道歉，整的妈心里可不是滋味了。哎，下来。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去。你得给你爸爸妈妈长脸，你听见没有？咱们老李家人可是咋度的。下来。见了公婆，我告诉你有个笑模样，哎，听妈话，你大老远来的，快点，来，穿上，来，你自己来。嗯，其实彭鑫呢挺懂事的，什么事儿别着急啊。建模，秀红醒了，哟，来，秀红来了，来，快坐。爸妈，你来了。哎，快坐，秀红。小红啊，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你呀、啊、别跟他一般见啊。秦建模，咱不说这些了，这是个大喜事儿嘛。秀红怀孕了，咱们就都松了口气嘛，是不是？那是的。秃子，那个这大老远来的呀，拿一瓶好酒啊，好好和秦建公啊喝一喝。那当然了，你们难得来一趟。今天咱老哥俩得好好喝两口，好好喝两口。行，到这干什么？啊，我要做什么？你吩咐。赶快上超市买洗面，把你们一家人给缠住。好。哎，来，妈，我这有钱，那我这就去啊。快去，我马上去。哎，这哪儿了？来，哎呀，喝点水。哎呀！什么事？旺财，这啥事儿啊？哎呀，肯定是那个勇士。你快去看！这么快？他勇士。没事，你不再骗我的呀，大姐。妈，这勇士被电话都快饿死我了。没事吧你？没事，快弄点吃的吧。哎、好，我刚才都饿躺下了。哎，好，慢点，都饿躺下了。哎、慢点，没事。哎，饿死我了。啊，没事。好、哦，国立啊！你还真让秀亮给说中了。我们车间这个在歌唱比赛里头啊，就拿了一个合唱的一等奖，我还获得了一个组织奖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国立，妈恭喜你！哎，怎么样？妈说的对了吧？你帮秀燕的忙，秀燕帮你的忙，不管干什么都能拿第一。啊，行好，那什么啊，我回家再聊吧，我这还忙，我先挂了啊。啊，那行。你忙吧啊，哎，哎，哎，我说你
真行啊，把调音器改造成控制器，这属于高科技啊。不是你这不是这高科技，我跟你讲，差点昨天没给我电死。哎，我说你还是实际点吧，把这个音量啊和灯光分开，你把它俩弄到一块儿，那不出事才怪呢。这不为了省钱吗，姐夫？该省的省，不该省的别省，哪有这么弄到一起的？你说啊，您咱爸咱妈那么大岁数了，昨天晚上你给惊的，一宿都没睡着。呀，多亏他叫了，大姐夫，他要不叫就毁了，我那干嘎巴嘴喊不出声来。你捡了条命。是。你看，我把这推起来。这个试试，试试啊，这个试试。好好，哎呀哎呀，你看，哎，有了，还真行啊！你们没见过你，只你只你梦见的就是你。哎，金顺，你还是把它分开了，这要人命啊！你都拉下来了吗？给我滚！长大，长大离开家，告别爸爸和妈妈，独自闯天涯。小小翅膀快长大，不怕风雨大，飞过千山和万水，哪里是我家？孩子快快长大，长大又怕你离开家，爸爸妈妈放心不下，把海角天涯变成家，妈妈陪你去海角。